世足赛前十六强正在进行中，不管你支持哪一队，总要跟朋友一起吃饭吧。业者看准这商机，推出了外带的聚餐优惠。你在封世足，这披萨也在世界大战。业者特别推两口味拼一起，一半是台式地瓜条，很道地，你还能吃到甜甜梅粉，让口感更丰富。另一边，你看上面一块块是炸鳕鱼，英式酱料跟口味，让你看球吃。世足比赛期间推新口味，就是想抢宅家的看球商机。不过看看世足比赛赛程，正在打的十六强，即将有的八强，都在未来几天深夜跟半夜。准决赛、季军赛、超级决赛也是一样，这时间点你除了叫咸酥鸡甜不辣，你好，您的外带餐点来咯。金色三麦除了现场边看边吃，球赛毕竟是深夜嘛，累了想自在跟朋友在家狂欢看球，整组打包经典大拼盘，大家一起吃，回家打开这样超澎湃，一组1250，还有第二瓶1公升的啤酒半价优惠，里头有经典猪脚、薯条、香肠、椒麻鸡，分量都不少，甚至你要再加别的也 OK。那更深夜呢？青花椒外带锅物有优惠套组，整桌子都是实际带回家的料，经典配料再配汤底，部分门市在半夜一点前都能帮你处理。因为现在踢四组的时间都是在半夜的时候踢，我们就可以先叫好，然后在半夜边看四组边吃的火锅，或先买好冰着。王品集团推冷冻包，网络商店两款夯卖打79折，你能边看球边吃樱桃鸭，或冬天想暖乎乎，据北海道昆布海鲜锅组4人份有100只活动甜白虾，鱿鱼干贝卖1999，毕竟在玩比赛是半夜3点，得先准备好，否则没得吃，看比赛少一味。 TVBS 新闻徐坤山、林瑞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